中绘出新世界。为安定军心，照顾其眷属，自民国38年政府迁台以来，在全台各地纷纷兴建的村落，即为现今的眷村。眷村里有数不胜数的宝贵历史文化，而全台曾有过886个眷村，但现今具文化资产身份的眷村仅剩50个。位于桃园市中壢区的马祖新村就是其中之一。但无论是以何种方式保存，马祖新村皆面临发展不足，无法取得大众的共鸣。并且在现代社会紧凑忙碌的生活中，不论是成人、青少年或幼童，都十分依赖电子产品，却疏忽与家人联系感情，造成家庭关系疏远。因此，为传承传统文化并促进家庭和睦，我们设计了游牧民族桌游，以月星亭为中心，并且以棋盘式以及鱼骨式的设计理念做出了地图，以当地的历史特色还有美食景点设计出了美食、景点、历史 AR 体验卡，还有房屋卡以及机会命运卡，以忠孝仁爱为设计理念做出了军人小人偶。游玩桌游的获胜条件是当你的军人升级到3等，带上官式彩带，或是其余玩家都破产了，这样你就获胜咯。在游玩的过程中，你可以了解到马祖新村的历史，还有附近的美食景点，可以吃到不踩雷的美食哦。当你抽到 AR 体验卡时，扫描后面的照片即会出现导览影片，导览影片的最后都会有随机问题，回答正确即可获得相对应的奖金。绘本的部分里面的故事讲述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人打仗退守到台湾的故事，以及关于马祖新村的美食景点。里面使用的材质还可以刺激小朋友的小肌肉发育，使用不同花的颜色可以提供给幼童算术认颜色。在绘本的最后还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动手着色，扫描出属于他们自己的 3D 军人，让他们提升成就感。为了达到方便收纳，本校桌游设计抽屉式以及掀盖式收纳盒，最上层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风格的窗花，一层是放置游牧民族游戏配件，一层是放置祖传书绘本。两者不同的点是在抽屉式有设计一层收纳层，能自己使用。前面所提到的 AR 体验都可以在马卢游龙专属 APP 里体验哦。APP 里主要提供2大功能，一种是游牧民族桌游计分以及 AR 体验的部分。画面中的4种不同颜色分别代表着4个不同的玩家，并且当你抽到 AR 体验卡时，扫描后面的照片即会出现导览影片，而导览影片的最后有随机的问题，让使用者有立即的反馈。点进我们的 AR 着色，一开始没有扫描到小军人会出现，请扫描小军人绘图完，并且扫描到小军人，就可以拥有属于你的小军人。马卢游龙绘出新世界，谢谢大家。